是的，我在邮箱里收到了这封信。这位读者写道，我在这封信中放了您的两张漫画，其中一张我不解其意，另一张很大程度上冒犯了我。我认为布什先生长相端正，您对他的刻画使他看起来像是某种小动物。我相信这种做法是极其不礼貌的，就像所有人一样，他的耳朵长在应该长的位置。这就是这封信的原文。这封信向我提出非常严苛的指责，但是他令我发笑，因为他并不完全理解什么是有效的批评。我只是回应，布什的漫画形象并不与我自己的漫画形象有太大差异。的确，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，但是我对布什是什么印象就怎么画他。我随意图画自己的姓氏时发现，这些字母可以像拼图一样契合在一起。我就是这样设计了我的艺术签名。在另一个角落里，我画的是我自己。很明显，我用讽刺手法刻画其他人，画我自己的时候也一样，大鼻子，尖下巴，略带胡须，长头发，我的工作灯，工作板，足够接近了。我现在来画唐纳德·川普。卡通漫画的部分传统方式就是讽刺画法，你将他们变成某种漫画人物，你辨别出他们的脸部特征，同时挑出其他代表性的体态特征，在刻画他们的时候也需要涵盖他们的性格特征。唐纳德·川普当然不是知识分子形象，相比布什，我认为我把他画得少了些趣味，多了些恶相，因为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会更危险。这幅画你拿去好了。 I was at 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。我来自水牛城，以前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上大学，当时主修的是英语专业，现在听起来可能与我的事业不太相符。我是1973年毕业的，在2002年加入了华盛顿邮报。我在不同时期三次入围普利策奖，是三位入围者之一，得到认可的感觉很棒，但是这并不会改变我的工作。第二天，我眼前的画纸仍然是一片空白，我的工作没有因为得奖而变得更容易。除了每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幅水墨漫画，我还会画一幅铅笔漫画，只将它放到网上，这样更有时效性。我的博客则不仅仅是一个博客，我会将一幅原创的艺术作品放进去，它是一个混合体，一部分漫画，一部分文字，而文字的分量更重一些。我不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偏向任何一派，但是我一定是推崇进步革新的。可能吧，我通常会投票。是的，你可以问，但这是一个秘密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坐下来读书，站起来创作。我坐地铁，每天往返通勤要走一段不短的距离，但是一天结束了，还是应该去实实在在的锻炼一下。所以我去游泳1000米，然后回到家练习架子鼓。新闻记者乐队公益竞演是一个慈善音乐活动，几乎每年举办一次，到现在已经有5-6年时间了。我们乐队在过去赢过几次，但是得奖与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与其他乐队比赛时产生的荣誉感。
这里有不少人音乐玩得很棒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乐在其中，同时能募集到一些钱。When I joined the band, I was talking to a friend of mine. 当初有一个朋友跟我讲，他弹吉他，一直想要成立一个乐队。我说我需要一个架子鼓鼓手，你看起来像个鼓手，你能加入乐队吗？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敲架子鼓，但我猜也不会有多难，所以我买了架子鼓，跟着录音和 iTunes 学，我开始边听边敲，就这样我成了架子鼓鼓手。And I started playing along. That's how I got into drumming. My main job, of course, is 我的主要工作当然是画漫画，我一直很钟爱它。音乐则是我最近才接触的，我非常喜爱音乐，所以一直玩音乐。音乐与漫画不同，音乐调动大脑不同的区域，要求完全不同的技能。我看起来完全像是一个摇滚明星，因为我也有爆炸头。